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，在那遥远的西方，有一个大部分人走的是命运，实际上命和运是两个概念，命是前世所定，而运就是给我们改变的一个方法，所以命运几乎没有是固定的。所以很多人算命算命，实际上算的是你这个固定的命，但是你没有想到用你的运可以改变你的命。所以算命的人永远算不准我们学佛的人，不学佛的人很少有自己改变自己的运，所以常常的就顺着命走。35年的时候我会有车祸，38岁的时候你会离婚，39岁的时候你会进医院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所定。但是当你懂得爱别人，懂得念经，懂得用另外一个超脱人的力量来帮助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的心会有超脱感，你的运就会让你改变你目前所有的一切。所以要懂得，要想帮助自己改变命运，必须学佛，依靠佛的加持力和自身的愿力，你才能改变现实。想一想，佛菩萨不打妄语，慈悲别人的众生就会得到贵人缘，经常对别人善良，对别人好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就是拥有了财源人缘，因为你广结的是佛的善缘。观音菩萨在心中，他教我善待众生。